25歲才開始騎馬，這個是我興趣來的，令我體會到很多東西。雖然我騎了馬很多年，但每次上馬之前我都要作出好好的準備，每一個細節不可以馬虎的，跟退休部署一樣的，不可以馬虎，要給一些心機去選投資組合。這種運動的挑戰是很大的，最重要的就是有自主性、有耐性，還有需要有規律的練習。其實跟退休理財一樣，講求規律和主動去計劃。有研究發現，肯主動去管理退休投資組合的人，對退休之後的生活信心大很多。什麼是自主理財呢？做好部署，定期審視你的強積金戶口，安聯投資。